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人类，相信我这个怪物，别痴心妄想了。人类与怪物怎么可能做朋友？捕食者与猎捕者之间怎么可能做朋友啊？现实一点吧，你现在只需要扑倒他，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我相信，果然吗？是我太天真了。人类怎么可能？炸毛了，好可爱哦！我想要养一只黑胶狼。你刚才说的是了吗？谢谢你，人类。咕噜，好吧，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情况。你果然还是下不了手，你害我的工作量要增加了。我就知道实弹样本不可靠，你和你的族群全都是失败品，一直都是。看上去我要处理的名单上新加入一只教授啊，一位麻烦精隐患。一只咕噜咕噜叫唤的狼，真的是蛮有意思的组合哎！我真的很期待你们之后还会搞出什么乱子，你们就先在那里继续卿卿我我吧。我该继续去进行接下来的安排了，真扫兴！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人类，我不会辜负你的信任的，我会用我实际的行动来打动你的，人类，谢谢普罗，不客气啦。也谢谢你，人类。